好可怜，吓成那个样子。而且就跟那个网友解释一下，跟网友讲说，我们想说最后怎么样？好，没有。好了，我回去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回去了。OK， 拜拜。好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回去了。那我开始叫我。好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总算做对了。因为整个赶进后场啊。对啊，姐妹俩都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丢进来比较快。对，还是他们姐姐聪明。对啊。回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整他们赶进后场。你看，上来不怕啦。谢谢姐姐把米饭通通都放进来。对啊，对啊，谢谢谢谢。对啊，你叫我赶进后场。回家没关系，他愿意下来，你看。哎呀，乖哦。看着吃吧。嗯。我这样有午餐吃也可以啊。对啊。可以少一餐。对啊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哥哥姐姐。他是不敢回家而已。不是有寿星吗？寿星跟护士。没有啊，今天在开演讲会啊。啊，下来吃就好了，太棒了。对啊，你看妹妹看到食物，她妹妹连食物都不敢吃了。吃了吃了，开吃了，你看，乖。对、欸，她先吃苹果，哎，那个是苹果。哎呦，你对她真好。奶奶姐还是比较了解。嗯，到底是大一点比较淡定。嗯，有吃就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呦，那我等下去二楼看她养多久。刚刚点心六七个有哎，你没看到窝窝头好大？可怜啊，可怜啊。